开车伫咧这道路顶端哦，上惊去拄到这款的情形。伫咧鹿港将路路顶端有民众哦，翕到一台救护车，为着要闪避一台哦，这熊熊为行道开出来自小客车，是紧急切到这对向车道去。好佳哉哦，迄个时阵这对向车道是无车开过来，真幸运，无来发生严重的车祸意外。卫星车记录器的画面当中，会当看到一台红色自小客车向强高速卫行路当中开出来，无注意到直行的大马路内线车道顶端有一台救护车当要经过。救护车驾驶是惊到赶紧换方向盘，车身未稳冲到对向车道。好佳哉当时对向车道无车，所以救护车逆行哦，无来发生意外。我给我几岁星座啊，别换车诶，会怎么样？刚好是对的，刚好又看到对向名车，就直接插过去，这样会比较后面会比较靠边一样嘛。影片曝去哩，帮路顶观网友拢讲，红色小客车驾驶唔对，讲滑就滑，真正是真离谱。听到那个声音很大声，然后抬头看，然后怎么看那个救护车逆向，对，然后再回来看监视器，就发现那个。在闪一档那个三宝车，那你会觉得这三宝车是不是太夸张了？非常夸张。救护车驾驶表示，当时载着一名70多岁急需要呼吸治疗的病患，转送鹿基病院。经过中路路的时阵，拄到这台熊熊开出来自小客车，想讲想要弄空棒减少伤亡，好佳哉冷静处理。不过嘛，呼吁驾驶开车到路口的时阵，一定要减速才安全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